招呼这么痛，好家伙，看来这个巨可大，不好对付。我先马观看，不会连这都能输了吧？咱们跟在人机后面，让他给我吸引注意力。过去，这家伙跟我绕路，差一点点我就赢了。你还是删游戏算了，满 buff 还打不了人家。没办法呀，这大炮太烦了，策划真得削弱下狙击手，要不然特训根本没法打嘛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